11月9日，赵文哲的妻子张丹露在微博上晒出了一组他两个孩子的书法作品，并在上面写道：“姐弟俩周易的作品。”照片中两个孩子的所画的一幅画和两个毛笔字都很漂亮，完全有大家的风范，就连色彩的搭配也是用得比较到位。作为妻子的张丹露也经常在微博上晒出两个孩子的近况，也是个十足的晒娃狂魔啊。照片中小儿子写起字来那真的是有模有样呢，而他的父亲赵文哲在电视中也经常会饰演一些历史上比较爱国的人士，这其中就包括郑成功。不知道是不是受到爸爸的影响，这小家伙的字写的还是有点味道，不仅小儿子的字写得很好，就连姐姐的画画水平也有大师的风范。今年才10岁的大女儿画起画来还真的是挺认真，就连大人都不一定能够画的东西，赵文哲的女儿却将他们画的是栩栩如生呢。很多网友也纷纷留言道：“这么小的年纪好厉害，赵老师应该也有教弟弟练武吧，子龙写得越来越棒了。”更多的网友很是佩服这两个孩子，这么小的年纪就有这等水平，真的是厉害了。